这边。你可以讲一下你的诀窍，这样。没办法，就是要让大家吃饱的啊。吃饱的。对啊，所以没有火锅就来的啊。这个东西。那你有算过你那时候五包的时候最快的时候速度要多少快？没有去算这个东西。没有去算。对，客人在等就已经来不及了，还自己去算那个时间。可以去算的时间，就表示生意很好。对啊，那这样的话，每天可以最高营收做多少？那个时候也还好，那时候在夜市的时候，大概一天大概有差不多3-4万吧，营收了，但是还没过去其他成本。